在锻炼它的这飞刀，我操！拉个电源来，干脆一起拍算了。把眼睛翻过来，把我这个眼睛翻过来一下。翻到哪里去？翻过来，360度翻过来，翻朝过来，对，趴到地上。OK。要不要拍呀？这个挺好的。要不是拍的不行，我要拍我的，我不要拍，我不要剪小的。